OK，嗨，今天是美好的下午，然后大概要中午了，现在差不多要4点了，3点55分。然后今天的 vlog，我是 DJ 张，今天我要拍，因为今天是假期，然后没有读书啦，可能假期的时候我会拍最好看的 vlog。OK，现在今天的 vlog 是要把。你看我这些多词，这些多词的东西是不是很干净？我要换这个灯，因为这个灯它不粘，所以我还有一些灯，7个颜色的灯，我还有这些灯，把它换比较美一点，因为那个灯不粘了啊。其实也是算新的啦，是还可以用的。你看一下，我拿这个remote control。诶，那个 remote control，这个 remote control，这种 remote control，看我开一个灯，OK，有灯了是不是？你看啊，这个灯已经不粘了。你看这边已经不粘，上次我粘在这边的时候，你看这个灯已经不粘了，会掉，所以我会把它换新的，还有一些新的再抽去，然后我会关掉这些电，然后换这些灯。你看这个灯已经不粘了，其他就没有问题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看如果粘的话。已经不粘了，等一下又掉。看，你看，已经不粘了。所以现在我要把它关电，然后换新的灯。OK，把它关掉。关不到的。关电。给关了是不是？关电，关了这些灯，然后这些后面的 wire，把它换新的，关掉这些电。OK，这些旧的不美摇。然后我把它拆掉，我会把它拆掉，因为已经不美了，不能粘好哎，把这个东西搭出来，然后这个抽起来先，然后这些旧的给它拆掉，慢慢的拆。有时候假期，如果我得空的话，我会拍比较好看一点的 vlog 样子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我要把这些灯给换掉哈，因为不粘了。把它给拆掉。OK，这些灯没有用了，我把它收起来。把它收在抽屉。
其实这些还可以用的啦，已经不黏了，我把它收回去。粘在我的手，把它收回头去，然后再拿新的。把这些新的再粘上去。需要的工具要这个，如果你要换灯的话，需要这些灯，然后还有剪刀。我现在教你怎样换这个灯，新的灯，这个灯也是新的。首先你要这个灯，然后需要一把剪刀。需要一把剪刀，拿出来 ，OK， 放回去 ，OK， 然后在这边，去后面，首先呢，如果你要多少个长度，你就要先看这些后面 3M 的这边是 sticker 来的啦。OK， 首先你要这样子把这个东西接起来，小心的接起来。试一下它有没有灯，看我有没有接对。看能不能用。OK。接不对哦，要怎样呢？现在我要试多另外一次，关掉它的电。关掉它，关掉它的电，再试多一次。刚才我已经接错了，这样接看到它的电头没有。然后将小心翼翼的跟它接起来。OK， 再试多一次开电。OK， 已经有灯了，是不是？关掉。开，关掉，开 ，OK， 现在关电先 ，OK， 现在我要把它粘在桌子下面。把它粘在桌子下面。这个是它的显色。然后把它粘起来，不是粘了，刚等一下再弄。我现在要把这些灯粘在桌子下面。有一点点的乱，不好意思。打结了，打结了。
一点点的乱。把这个 LED light strip 跟它弄直它。OK， 再接头一次先。再接头一次。试看它有没有灯，看有没有接对开间，看它的灯，没有灯哦，可以不用接。试多一次，哎呦，这边接还对，小心的。再关起来 ，OK， 有灯 ，OK， 已经有灯了是吗？这些灯可以用的，是不是 ？OK， 现在我要把它的灯跟它连起来。我要把它，你觉得我可以粘在哪里呢？我本来我是粘在这边桌子下面的，然后还是要粘这边，可以评论给我一下，知道要粘哪里。我还是一样继续先，暂时先粘在这边的下面，然后就这样，我先暂时粘在这个下面先。如果你觉得粘在这边上面觉得好的话，你就评论给我知道，我就再把它换位了。OK， 现在。然后给它撕下来，这些纽 sticker 给它撕开，撕开啊，然后这样子粘，这边下面这边，还是用不粘了，怎么办？哎，是看粘不粘？用紧，粘不到是这样的，有时候会粘到，有时候会粘不到。用紧，换位换位，把它粘在这边。把这样子连起来，我看我还是连在这边比较好。
好好去体验。像跟花莲多多，可以到手术下面。到时候晚上的话就很亮很亮的哦。OK， 粘好了之后，这样子桌子下面也有多余的这些，多余的这些给它剪掉。他这边有写剪刀，我这边就给他剪刀，剪掉，剪断，剪，大概这边看到吗？这位置我要给他剪掉。小心个剪。剪了之后再粘多一次。OK。剪好之后，剪好之后，把这些多余的跟它收起来。这些垃圾，多余的灯给它收起来。OK。然后我要试看它有没有亮，它会不会亮。OK， 打开它的灯。
好的，这个先设在这边，准备好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OK，就是这样，全部都有灯。OK，So，这个 video 就到此为止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点长，So，记得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记得要按这边，按订阅我，订阅我，按这个 subscribe button，在红色按钮，然后 share 我的 video，然后 comment 评论下面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，拜拜。